热转印是什么？两分钟简单介绍热转印技术。热转印是指经由高温、高压将转印纸上的图样转印到成印物上，目前多运用于手机壳、杯垫、马克杯、瓷砖、 T-shirt、 帽子、提袋等商品。今天一生透过热转印步骤告诉大家其中的原理。想进行热转印，通常需要具备以下三样物品。一、热转印机，根据成印物的规格、形态与材质，可为开合式的平烫机、真空热转印机或支援多材质的小型热转印机。二、转印纸，将预期印上的图文经排版后列印至转印纸上，接下来需将不需要的区域，例如白边或空白处裁切掉。三、成印物材质相当多元，如 T-shirt、 提袋、手机壳等物体，转印纸胶层上的油墨透过高温高压处理后皆可附着在这些成印物上。热转印方法其实相当容易操作，且物品一次成型，具有耗时短、效率高的特性，广受厂商的好评。若您有小型创业的需求，热转印机将会是您的最佳助手哦。一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一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